国际场。今年的事情是这个。92年任教班4年级查学课本用一下。我说是要开会哦。是啊，要集合的嘛。对你的学生有用啊？你的灵和你的手，马上跟我走。我就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参考这张老照片，恢复出来一堂课，来帮助一下范老师解决问题嘛？我记得92年最后一堂课的时候，瓢泼大雨嘞，真的连出卷都是有顶三天，怎么回到92年？这不都是菜鸟啊？我们也回不到7、8岁了呀！啊，对呀，啊，92年还没有我呀，我要不要把自己恢复掉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上课。二公啊，你的头怎么变大了？憋的呀。